Hello everybody, what's up? It's Nico Treehouse. I just hope you guys have a wonderful day today. And the weather is kind of cooler for this year. I just hope you guys keep warm and keep energetic. In this episode of video, I think I'm going to be posting the travelog to indicate the journey that I just took for the east part of Canada. I just went to visit Ottawa and Kingston, it was Montreal and Quebec City. So this travelog is somehow like record for that journey. So I just hope you guys can enjoy it. And also have a good day. 之前我曾经有写过一篇 travelog， 然后是记录我当时去渥太华、金士顿还有蒙特利尔以及魁北克城的一段旅程的一个见闻记录。在旅程当中，我见识到许多异域的风光以及不同寻常的一种风土人情。通过文字，我觉得我有记录下当时那段时光带给我的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 I once ever written some travelogue which is named like the journey for the maple leaf to the east part of Canada, and I think for the journey itself it was pretty amazing. I just experienced to witness a lot of colorful cultures and very exotic things thereAnd I think it's quite unique and quite memorable. Bonjour à tous, c'est Nico Treehouse. Comment vas-tu aujourd'hui? Tout bien? J'ai déjà acquis un carnet de voyage lorsque je suis allé visiter Ottawa, Montréal et Québec. Mais dans cet essai, je n'ai publié que la partie pour Kingston et Ottawa. J'espère que vous l'apprécierez.Bonne journée, tout le monde. Ciao, amigos. 枫叶东行，旅行就是一场心灵的放逐。灵魂如果倦意融融，人心罗盘的指针便会变得钝感而摇曳不宁。人生有时会充满阵痛的挣扎，会看不到未来的云彩。旅行是最能让内心的那群困顿的小羊重获生机、尽情撒欢的解药。虽然明知旅行结束之后，或许一切也是照旧，明明知道不可能抛掉一切，但在旅途中那一丝一刻灵光乍现的快乐和内心，却是让自己重拾勇气的可贵能量。夏季是北美雪国弥足珍贵的旅游季，人们压抑了大半年冬天的晚星，都迫不及待地渴望在这短短的一两个月的和煦光景得到释放。人们都渴望把握住这稍纵即逝的快乐，学校的教授们会调开夏天的课让助教代理，学生们也会计划户外夏令营，以家庭或亲友为单位的，有的驾着游艇出海跨湖，野外 camping barbecue 派对屏幕繁多。加拿大也如同几乎处于同一纬度的瑞典、挪威一样，不能免俗。在为期两个月的甜蜜季节里，人们更愿意放下手中操持的种种活计，柔顺一下板着的脸上冷冷的表情，和阳光、海色、湖泊、山影来一次短暂的约会，让肌肤点染上蜜色的夏泽，让鼻梁上的小雀斑透露出夏日快乐的不羁。伴随着晴空朗日的好天气，不冷也不热，我驱车踏上了旅程，心境满满都是坦荡的释然。金士顿 Kingston 是从安大略省前往魁北克省旅途中一个小小的驿站，但在家国过往历史的沉默中也算是比例深刻的一座小城。在临近湖滨的小城市政府会堂前停住了脚步，凉丝丝的风，暖暖的太阳，两棵经年累月成长的造就的参天大榕树和毛茸茸的绿色草毯，各色当季鲜花把这个小城的一语点缀的恬淡自得。湖边停泊着高桅杆、扬帆挺立的仿古舰船和各式游艇，这里的贼鸥是亚麻色的，不知道是不是白色成鸟的出自，只是小眼神里的贪吃和警惕倒是和白色贼鸥没什么两样。非常非常多的观光客，一排排的热狗摊贩或者烤串摊子沿着街沿一路一里数百米。非常有意思的是，在离市政厅和法院约莫两三个街区的地方比邻建造着男子和女子监狱，都是用灰尘和结实的灰色和淡褐色的石灰岩造就，真是面朝大湖春暖花开的风景，绝佳的法式机构啊。相信在这样环境类似疗养院的监狱服刑的人们，内心也会被纯美的风景净化吧。小城和家国家别的城市一样，都规划有大面积奢华的立面式的绿化，树影和草坪相得益彰，其间穿插着骑着单车、穿着热裤、
夹着厚厚书本，洋溢着浓浓青春气息的军事学院和皇后大学的学生们，年轻人和小孩子的村，在着实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仿佛这个世界的轮回永远不会完结。扫视一下这些充满了元气和热度的年轻生命，不禁也有一丝时光如梭的感叹吧。过去的时光和心境毕竟过去了，就再也追不回了。在湖滨绿地旁偶然发现一座黑色的蒸汽机头，据说这是加拿大最早的横贯东西的火车头，居然也得以如此完善的保存，对于从幼时开始便是火车迷的我而言，真是一个莫大的安慰。记得在成都东区音乐公园也有看到一段保存完整的绿皮火车路轨和月台，不禁勾起了最早关于成昆铁路春运拥挤又热闹的场面，仿佛闭上眼就可以感受到当年那种闹哄哄的蒸汽和红扑扑的年味，还有无法压抑的小雀跃。在周边随处游走的时候，看见一个吹着苏格兰风笛的白人少女，来自她的旋律不是典型的苏格兰诗诗美美的忧伤，而是另外一种类似小酒馆里大家独酒划拳时候畅快的小曲，浅薄但是却另有一种撩拨人心的快乐。映衬着温煦的日头，也是一种异样的妥帖。渥太华算是枫叶国之心，冰与火交融的渥太华告别了京士顿，继续驱车前往加拿大的首都渥太华。据说当时英女王维多利亚在选择加拿大首都位置的时候，也算是用心考量。渥太华位于水源丰沛的安大略省和法裔风情浓郁的魁北克省的中间位置，对于争吵不休、水火不容的英裔和法裔而言，也算是一个公平的交代吧。同时它又不会离美国太近，免除了当时来自美国战事的影响。渥太华是一个典型的英法双语城市，人口大约50万左右，如果要在该地谋得一份比较好的工作，最好是能两种语言都操纵自如。之前一直听闻这是个面积不大、人口不算多的中小型城市，所以脑海中关于它的构想便会固化成仿佛触目可及之处都应当是一些逼仄陈旧的小街道、脏脏旧旧的古建筑，但真正亲临这个城池的时候，却又被造型干净简洁的渥太华大学的玻璃幕墙建筑还有流经京士顿到达渥太华的介于1830年的长达202公里的悠悠的大运河所折服，而渐渐地喜欢上这里的特有的氛围。要说这条大运河对渥太华人而言可谓是名副其实的母亲河，冬天这条会结冰，所以会变成一个天然的滑冰场，夏日时又是泛舟游船约会的极其浪漫的场地。到达国会广场 The Parliament House， 时值浓浓的阴云密布天空，顿时觉得眼前的国会广场和古旧的建筑莫名的宏大深远了起来。这样的氛围很容易激起人内心一股思京的情怀，天眼处有极亮极高远的光透出来，多么像是经典吸血鬼艳情片惊情400年李敏娜在对着天空念诵咒语求雨时暗云密布的场景。一直对一些古早的建筑情有独钟，觉得我眼中最迷人的欧陆风情应该就是那种有着精美而繁复装饰的3-5层的古建筑，散步在街道两旁，悠悠媚媚的汽灯晃晃呼呼地照亮马车踢踏的脚步，下雨微润的石头路面回响着人来人往砸踏的足音。位于人民广场的渥太华国会大厦最高的一个钟楼被称为和平塔之钟楼 The Peace Tower， 有92尺高，是为了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建立。旁边两个稍微矮一些的建筑是国会的会场，虽然新进的玻璃幕墙的建筑让我削弱了几许怀旧的观感，但并不影响它整体的美感，反而有一种古今交融怡然自得的从容。因为参观加拿大的国会需要提前预约，随性所致的我也只好留点遗憾给下次的行程。跟灰色的天空和浓重的云衬托的这些历经百年的古早建筑莫名的庄重，最奇妙和吸引人眼球的是这个位于广场中央的水火交融的水池，汩汩的涌出的池水中央有一个终点燃烧的天然气火球，这个被称为永恒之火 Continual Flame 的寓意深远的水火池建于1967年加拿大独立100年之际，在12个象征加拿大省份的皇家狮形徽章的簇拥下，抑郁着英法两种文化在加拿大这片土地上的和而不同水火相融的现状，非常的美，可谓是匠心独具的设计。这个广场和天安门广场是那么的风格迥异，天安门广场有一种震慑人心的黄气让人不敢怠慢，可是渥太华这样的国会广场仿佛又因为大片的绿草平添一份小清明的随和。吃过了午饭
半步行到了加拿大文明博物馆 Canadian Museum of Civilization， 此时的天空已经彻底放晴，艳蓝艳蓝的，非常的赏心悦目。博物馆的外形非常的美轮美奂，聪明的设计师将它建立在渥太华河畔，凭衣着钢蓝色的柔柔河水，让鹅黄色的石质建筑的轮廓分外的明朗悦目了起来。在周围暗青色的众多林木的簇拥之下，每到一种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境界，馆藏的一些早期原住民的艺术作品质朴而美感独具。偶然见到几只早期北美原住民的日常用具，这样盛放食物和水的器皿也被设计成和生产有关联的造型，可见早期渔猎时期的人们多么希望人丁兴旺，能获得更多和严苛自然条件对抗的力量。艺术有时候就是一种根植于精神深处的奢侈，这样普通的船桨也被描绘了那么精美的图案，想必划船的人也希望获得某种来自神明伟力的庇佑吧。参观馆藏的同时，馆内有开辟一个角落给一位加拿大和癌症对抗的少年，大屏幕在滚动播放他奋力拼搏的日常摄影，有几对父子在入神地关注这位有巨大精神力的患病少年，同时也对自己的儿子灌注一定要做个坚强的男人的理念。欧美社会有一种宣扬草根英雄的传统，不一定大事才能成就高度曝光率的英雄，只要你有异于常人的理想和坚持，你就值得被关注。随着性子在馆藏丰富的场子里信步闲游，碰巧走到一个专为儿童设计的场馆，可谓是一个布局精美的童话街，男孩女孩都可以相得益彰地找到属于自己的童趣的快乐。男孩子的战车、枪械，还有变形金刚、哥斯拉等等，随手可以拿来把玩和拍照。女孩子们粉红色的芭比小屋，扮演过家家的公主风的城堡设计。我想自己如果真的坐着哆啦 A 梦的时空机回到孩童时代，一定怎么也走不出这里吧。像是宫崎骏大神创造的童趣又妖冶的异想世界，人一定都会慢慢长大，变老，世故，而内心坚硬起来。但在你的内心深处，一定有一个最柔软和童真的角落，会在某个特定的心灵不设防的终点，让你思忆起过往童年时光单纯的甜度，满载着快乐和形状的色彩缤纷的校车。这是要去哪儿呢？前方一定是神秘的彩虹之国。吸烟区的过道里，一只可爱的小狐猴栩栩如生，站在博物馆的观景平台，远处便是国会大厦，坐山望水，真是风景绝佳的一隅，非常漂亮的设计。露天的观景平台上可以眺望远处的渥太华大桥，阵雨过后阳光的温度刚好，甜香的微风也刚刚好。